是导览小尖兵牛计划。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双牛图，这是一件屏风作品，作者林玉山创作于1941年。这幅画是以胶彩呈现。请问你们在这幅画中看到什么？这幅画的整个画面以两只赤牛为主角，一只黑，一只棕，前后并行而站，表现出一种层次感，也形成色彩强烈的对比，再配上地上的红土，更能强调出暖色系的热力，让人感到温暖。背后再点缀几株造型姐姐可爱的仙人掌，这幅画的感觉让人感到舒服温暖，颇有南国的情调。仔细观察林玉山用粗犷简单的线条勾勒出轮廓，再以同样色调的效果表现出牛的立体感，可以看出画家在利用胶彩的原材，可说是非常熟练的。你知道吗？林玉山当时在创作这幅作品时，正因战争时期缺乏颜料，猜猜看他画土地与牛时用什么来代替？他是利用磨碎的红砖头来代替红色的颜料，是不是相当特别呢？我的导览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